哎呀，许三妹呢，浩哥？啊，许三妹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八零后话匣子，我是大浩。今天给老铁们安排一个蒜蓉粉丝蒜三倍啊！买多少？纯野生的，买了八斤三倍。哎、买了八斤三倍，这个三倍可肥可肥了。好，敬请期待啊！你少剁点胡哥，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要钱呢，大哥？他八斤三倍，我不得配二斤蒜呢？你这是不是唬你？那我怎么办？你瞅着呗。我们把扇贝下锅啊，给它蒸熟。你直接弄你得了，你是不是嘚儿？不嫌累，那有硬点。蒸熟了，完事一会儿我们扣肉啊，完事做粉丝扇贝。好了啊，然后我们晾凉了，把肉扒出来啊，干！勤劳啊，哥俩啊！哎，这肥啊、哦，带黄的呢。哎，你放，哎。干嘛呢？你俩别干了，来，一会儿没有了，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在那上，我尝尝信不信？哎，这个晚上必须多放点蒜。怎么着？尝尝来。谢谢你孝顺我啊，真肥啊，家人们，你看看。我知道肥。我们先炒点蒜。哎呦，这闻这个蒜香啊！嚯，看什么老铁？蚝油。酱油，我们愿吃糖呢，就来点糖啊！撒入海盐，放点干辣椒啊！快点，不是半生不熟，意思是？那你那盘少给我撒点啊！你这盘多撒点，哪盘都不能少、哎。别废话，你必须到位。这什么话都？哎，对你可一面撒，给我留了点空间。来撒，一蒸蒸两盘。胖妹呢？吃这玩意儿还有不吃蒜的？那必须的。哎呀，难不难吃哦，老铁们？今天再做一个麻辣肉末豆腐啊。使点劲切，那能切多少？切手方怎么的？你干就完了，你晃什么晃？使劲！豆腐一定要用卤水的啊！别开下豆腐啊，家人们，焯一下，煮透啊！哎，来点麻椒，大点麻油，然后捞出来就行了啊！要不然吧，其实不捞也行，但是这玩意儿嚼到嘴里吧，味儿真不好。下豆腐瓣酱。来，葱和辣椒节啊！老铁们应该放点姜丝儿。小雨不吃姜丝儿，放什么姜丝儿？放姜丝儿，看你咋的姜丝儿。太难了。酱油，蚝油来点儿，下入肉馅儿啊，煸一煸。你看啊，下入豆腐。不欠劲儿啊，马上要出锅了。老铁们，那个我们这辣椒啊是真的，然后我们就不放辣椒油了呗，再放点呗，不让浩哥吃就完了呗。浩哥吃受不了。这锅豆腐做的，怎么回事？再来两碗大米饭呢？这大米饭不来，上勺吧，掉地下了一会儿。猪脑袋，我水平行吗？呀，怎么事？我让你给我放这些辣的。行了，什么行都搞了。你做个豆腐放那些香菜，那你放那些辣椒来的？来，淋点油来，蒸鱼豉油。我们倒点蒸鱼豉油啊。放哪儿啊？你赶紧过来淋油，你费什么话呢？我说啊，你这多少手包子，眼睛还飘。谁呀、啊？他呗。那他淋外面去还能啊？别挑他，时间那么长了，都习惯了。我手都拧凉，死的心都有了。开饭了，家人们。咋不喝酒呢？去哪儿？白喝。我看着他是缺点啥呀？我都没敢动筷儿吧？大家好，家人们，老虎今天开车了，所以他不能喝。哎，白讲这么好菜，您车停哪了？一会儿把气儿撒。做这个豆腐放老辣椒了，什么辣？故意的吗？
又麻又辣，还有麻豆腐。哎呀，开车不喝酒，这个是对的。家人们怎么样的食欲？哎呦，这粉条的正。哎呀，这哥俩。哎呦，这才香。猪胸狗蹄，我的妈！唯一一点青菜呗，就是。操，我得把你这块给你清理清理，那不是香菜吗？没毛病，怪我喽，在这儿。一会儿把你这块辣椒清理清理。冒汗了，展翅来，什么玩意儿？展翅没有蒜呢？展翅，展翅高贵啊，展翅。哎，这玩意儿没有蒜。我胡哥这舌头有点大的，你能不挑的？这玩意儿没有蒜的，我真没吃过。你让家人们看一看啊，这不带蒜的，它有食欲吗？那吃的更香。大豆腐，来，小雨来，怎么的？那就端起来。咱哥俩来一杯，不是你陪一下呗？啊，干了。我现在这酒量，我跟你说也行，方方面面这一块也能对付一阵子。你别小看小瞧谁。这么老家人，我现在我的酒量，他俩能比我略高一筹，我也承认。但是我的酒量，我跟你露个说底儿，家人们。白的半斤，白的半斤，啤的也就是半斤十五六味儿。哈哈哈哈哈！八九个，我不得捧你吗？八九个靠谱。喝完这些是什么状态呢？该约会，我没面儿的。打一个水雾，骑车上树。再见，再见吧！殿下没有不散的建议。再见。喝完这些酒还能约会了吗？哎。这不是有感觉吗？喝完酒约会才有劲儿呢，要是你俩这还棒呢。咱还不懂，我怕你喝完酒约会喝那些，我怕我得服你。我太难了。